求你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。配得一切尊荣，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主啊，你百姓。哈利路亚，欢呼赞美，来赞美哈！我们在这里，好吧，我们跳舞来赞美哈！欢君耶和华，配得一切。
大家平安，平安。今天是我们在外面受洗的日子，你可以看起来开心一点吗？我们再试一试，今天是我们受洗的日子。啊，好好好，有微笑了，有微笑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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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呢，我们刚才已经做完了受洗的问答，接下来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。所以可不可以邀请所有弟兄姐妹，你们可不可以举起你们的双手，为他们要来祝福祷告？看台区的，看台区的，对对，那边那个那位弟兄举起手，好不好？举起手，我刚才看到你好像没有举手，转转，哎哎，姐妹姐妹，对，看姐妹 ，OK， 好，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了，好了，所以我们大家数到三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为他们做一个的祝福，一二三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在这边就向你来祷告，上帝的祝福他们在这一边要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突破，新的恩典。谢谢你，赞美耶稣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今天要大能的降临，大能的降临是要让他们的生命完全被翻转过来。谢谢你耶稣，你让他们进去之后是新造的人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来休息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主的荣耀的日子。阿们，因为今天有好多的人，他们的生命要完全被翻转，所以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双手，我们要来高举耶稣的名，他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，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。哈利路亚。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世代代夫妇全心全意敬拜，齐声宣扬称颂神羔羊，众圣徒众儿女万国万民万邦，齐声宣扬称颂神羔羊。你名高过穹苍，你名何等伟大，你名超乎万民之上，所有宝座冠冕，所有能力权柄，你名超乎万民之上，众天使呼喊，我们高举。
过穹苍，你名何等伟大，你名超乎万名之上。这是我们的宣告，所有宝座冠冕，所有能力权柄，你名超乎万名之上。再唱一次，你名，你名高过穹。声音来赞美他，圣洁，我们高举你，圣洁，圣洁到永远。神儿女歌唱，神儿女歌唱，圣洁，他是全地的君王，君王，圣洁。不改变，圣洁，圣洁到永远。你永不改变，你永不改变，圣洁，圣洁到永远，你永不改变。圣洁，圣洁到永远。最大荣耀掌声归给这位圣洁配得一切颂赞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全地都要渴望天要敞开，恩膏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灵一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
让我们唱给主听。天要敞开，主我们要你，我们就是要你，要你的同在，要你的旨意运行，是的，全地都要渴望。主啊，我们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神，你要做新的事。同声祷告，告诉主，主你要做新的事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做新的事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当中，在家庭中，在职场中，在我们的国家的当中。数到三，数到三，我们同声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主我们就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主我们再次的向你呼喊。同在，主愿你来，来在我的生命中，在我的宝座上，在我的家庭，在我的工作，在我所处的社区。主啊，今天在中华民国台湾，你要在这里，欢迎你自由运行。主啊，你的儿女们渴望，渴望你做新事，改变我们的新事意念。主啊，你听到你的百姓的呼喊，阿们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我们欢迎你，阿们。我们继续起立，我们来唱诗歌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速度快一点，要有一点跑得快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
要随波逐流，也许你现在正随着世俗的水流在走，小心前边有漩涡，小心前边有礁石，小心更可怕的是前面是万丈深渊。求上帝帮助你，现在还可以回头，赶紧回头，让神的灵充满在你的里面。切记，心要柔软一点，听得见上帝对你说话，上帝在对你说话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一定要跟上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数了三就开始一起祷告，一二三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赞美你，上帝，我赐今日赐给我的弟兄姐妹，上帝，我仰望你，上帝，我祷告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在，赐福在我们的里头。赞美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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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美你。耶稣，我们仰望你，敬拜你，主耶稣，敬拜你，主耶稣，敬拜你，主耶稣。上帝啊，帮助我的弟兄姐妹都不要随波逐流，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不要在世俗中沉沦，帮助我的弟兄姐妹跟上圣灵的水流。上帝啊，我敬拜你，主耶稣，听你仆人的祷告，赞美你。主耶稣，赞美你，主耶稣，赞美你，主耶稣，赞美你，主耶稣。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让我们打定主意，好好的跟随你，不在世俗中打滚，不随波逐流。上帝要帮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，有个敏锐的心，常常听见你在我们良知中对我们说话，良知中对我们说话，让我有了可听的耳朵，听得见你说话。上帝，我谢谢你帮助我弟兄姐妹，以前落队的现在全部都要跟上，在读经上要跟上，在祷告上要跟上，在圣洁上要跟上，在服事上要跟上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我们用主祷文结束我们的聚会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保护你，愿主面上荣光照你，赐福于你，愿主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三个人跟他击掌，跟他说不要跟不上了。